黑色的我喜得啦，通行证7月1号我们的新的赛季登场啦。那我们登场的这个赛季叫做海岛派对哦。那海岛派对这个通行证我第一时间就给它买起来了哦。这个330块的通行证是目前我觉得游戏中通行证是最划算的哦，可以选到这么多东西哦，可以有新的角色泳池派对的造型、阳光野蛮人以及我们的度假皇室国王的超级单位两种。那通行证之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选这个哦。每一次目前看起来哦，通行证都会送一个这个三星自选进化，真的是超级无敌划算的、啊，等于说等于100只这个原生角色啊，省了很多这个 coco money 啊，所以说330的这个通行证是最划算的、哦。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是无氪小氪的话呢，目前的环境你要怎么选择这个三星的通行证哦？主要是说我目前这个版本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是三本柱的话，有野蛮人之王，还有我们的弓箭女皇以及麦克斯。那你最如果你是喜欢玩远攻的，其实就选弓箭女皇就行了。那你喜欢玩近战的话，就选我们的蛮王。那你喜欢通用提速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麦克斯。对，就是这么简单哦。三星的话，优先选择就是这三只，其他不是不好，只是说他们的那个功能性、泛用性的话，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简单暴力为主。在决胜圈的时候呢，永远都是靠我们的蛮王或是弓箭女王或是麦克斯的追击能力去取决胜利。那如果你这次都三星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考虑把我们最新的角色杰西啊、海密法师先弄到三星，但是呢是很亏啦，因为其实普通宝箱跟稀有宝箱都是相对的好取得哦。那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还是稍微算一下这游戏的史诗角色有多贵哦，这是一个数学题啊。普通角色一只哦，就是800块金币，都是固定的。稀有角色呢，就是1000块金币，然后超级稀有这种紫色的角色呢，就是1200块金币哦。所以说呢，那如果你要凑满一只四星角色的话，要1000只就等于120万，而且你要是顺的点完了、啊，所以说你这边商店、哦，突然讲一下，这边商店的话能买就是买这个超级稀有就可以了哦，对吧？那其他东西的话。其实我刚刚讲的话，其实是说四星的部分了。但我们目前，我们目标还是以全三星为主是比较容易的哦。像我这样子的，小花一点点全三星，其实玩的蛮舒服的，跟三星的环境比。那遇到课长的话呢，怎么办？就逃到逃之夭夭啊！哦，逃到哪里都可以啊，反正前五名，狗狗前五名就行了，就快乐快乐就好啦。希望这次的这个三只这个。我推荐的三只啊，这个三星啊，有帮助到你们。还有呢，那这个到底啊，我们新出的这个两个超级单位到底强不强呢？野蛮人跟这个度假皇室国王，我觉得野蛮人的话是偏尴尬啊，他只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近战角色，尽管说他一段时间变成精锐野蛮人，他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哦，不会改变这个任何的特效什么，只是攻速变快，体感攻速变快。但是呢，度假皇家国王还不错，就是没有的话选他的话，他会有那个精锐士兵，然后就一块肉，等于大概三个单位吧，就会有一个三个小的精锐士兵加一个这个国王，其实是挺烦人的哦。会多一个单位，四个单位在场上，其实非常的恶心。当然，目前的超级单位，我觉得魔法少女雪莉跟我们的虎王还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虎王有大量的CC，雪莉的话也是一个远距离CC，是相对的恶心。所以说，就算这两只新的出来了，也超值来说，我还是觉得雪莉跟这个虎王普里莫还是比较强一点的。新的。毕竟他们是来度假的嘛。哦，毕竟他们度假皇室国王就是来度假的，阳光野蛮人也是来度假的、哦，所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破坏力或影响力，就是说很烦啊。哦，就是没有雪莉跟普利摩这么强，就是了原本的这两只新的超级单位哦，但是能用就用了。我觉得后面越来越出越多这个超级单位，让大家玩。那通行证我是觉得能氪就氪吧，就几个300块支持一下这游戏，这些这 happy happy 好玩好玩。好啦，那我就放一个我今天有抽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超级野蛮人，到看你们让你们看有多强的影片了。而且这一场哦，还抽到两只这个超级单位哦，讲到都结巴了，两只超级单位。话不多说，我们出发看片去。新赛季还不错啦，就我觉得新赛季就是让你氪通行证拿资源吗？感觉等级都比我高，氪上去了啦，卡比照先弄个全三星啊，全四星不考虑，我们全三星就行。哎呀，大家都氪上来了，但好像没有看到有四星大佬吗？这边有四星大佬吗？
客全三星也就一两单的事情，对不对？一两单还行啦。哎呦，对儿 ，out。哎，卡比兽是我家，你家就是我家，你家就是我家。啊！怎么会爆掉了？哎，被你炮哥打到爆掉了，放个灯，家人都没了。不是补台，我觉得说后期、中期好用，前期拿补台超多的。但没办法，他是医生的第二个选择，这个就不回血角。这些回血太重要了，强一点就走战争天使。你战争天使是一个不要啦 ，baby， 你这样看我，你看 ，baby， 一只就好，你会吃啊啊，人不错。老，我的天啊！那个鱼在打高怎么的？哎，我老野蛮人好可爱啊！啊，对啊，对，哎呦，被后追了吗？我靠！你们完蛋了！你们完蛋了！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一场两个超级单位，你完蛋了！为什么法术的肉盾不见了？我不清楚哎。哎，不是啊，不是两个超级单位就这样啊？哎，啊，怎么还是追着我打？你们是这样干多好的，是不是？你们打死打死，是不是？干嘛来？哎，不是，哎，我那这么强的超级单位，你们是要对我吗？就推王是不是啊？啊啊啊啊！任务可能要过几天吧，如果你那个没有当下没有解完，要过几天，应该是这样。哎呦，哎、欸，你们这样一场两个超级单位过，我第一次哎、欸，哎、欸，我第一次这样子哎、欸。